从哪里变出这个花瓣呢、啊？嗯，我随身携带的，买一送一哦，快大放送，帮你。那你有话对我说吗？我喜欢你。希望这边的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快快乐乐的长大，希望他们人生的蛋糕上都可以吃到幸福的糖霜。学了什么？哎，要你管！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你这下雪是怎么弄的啊？出来吧。Marco，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这个男朋友可真是会给人找麻烦的、啊。谢谢你，小天。这没什么了，毕竟你也是这个育儿院长大的，堂妹就像你的弟弟妹妹一样，所以也等于是我的弟弟妹妹。我也希望他们开心。哪有人？而且我都把圣诞节带来了，总该有点奖励吧？是幸福的糖霜。你带来的不是圣诞节，是幸福的糖霜。如果你没出现，就代表拒绝，我会理解。如果你出现，我就再也不会放手，我会等你。小安，哎，小安。来，快去快去！才半年而已嘛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我一个人卖鱼都卖了40年了。只要你能够幸福，爸爸一个人没有关系的。而且我外面的世界很大，去看看去。啊！爸，好了，赶快去，不要让月轩等太久了啊！
小安，